大家好，我是阿斯，我现在是在台山的汶村镇的汶村村，刚从他们的东洋门这里进来。一进来这个村给你的感觉就是很普通，但是当你了解之后，你会知道这是一条有着不平凡历史的一条村。做那个墓碑，进这条村，看起来就是普通一个村，但是这个村曾经迎来过南明唐王朱玉善和他的将军王兴。王兴可能很多人也不记得了，但是说起反清复明的话，一般人都会知道，因为看电视剧或者历史资料，王兴就是一个爱国的民族英雄。但是对于这个汶村来说，王兴就是一个罪恶的恶人。专款名单。阿叔，你哋呢度嗰啲祠堂喺边度啊？边度？你哋呢度啲祠堂喺边度啊？喺嗰边啊？哦，唔该啊。都喺嗰边系嘛？哦，好，唔该啊。东洋之家这一栋算是一个老建筑。汶村村曾经是晚清复明的最后一个基地，这个村子非常的大，它总共有10个自然村，但是都是陈姓，从宋朝至今已经800多年的建村的历史。现在进到他老村这里核心的位置，一进来这里一个三圣堂，还有众多的祠堂都在这里。现在我们先进去我们正面的三圣堂看一下。三圣堂他们村也俗称做大庙。哇，上面这是壁画的，还保存很完整。梁都是一些雕刻，非常的精美。阿叔，可唔可以入去参观下？哦，唔该你啊。可以。哇，好。你边度啊？我喺珠海嗰边。欢迎啊！啊，多谢。去边影就得噶啦。啊，好，多谢你。你哋而家去喺度攞嚟做活动室系咪啊？我是这里的庙竹。哦，你是庙竹是吗？哦，哇，好。入边咧，办咗观音啊，随便参观。哦，哇，呢啲好靓喎。影埋好多旗啦，嗱，随便参观。哇，呢个有咩历史啊？呢个已经有几耐啦？系清朝至到依家。哦，清朝到而家啦，系石做嘅系咪啊？系啊，啲水泥石啊。水泥石。嗱，嗰个庙啊，清朝嗰个啊，历史记载嘅。哦，呢度系后屘刻上去嘅，即系呢。唔系宋朝历史噶。宋朝已经写有噶啦，呢个石碑。系啊，关啲人咧，关啲雷士狗啊，建款个，关啲人建款噶啦，嗱。我知道，即係呢個碑係後尾整上。唔係，講明宋朝嘅咧。哦，宋朝已經有呢、這個咁個牌喺度啦。係啊，嗱。哇！內以田者嗱，嗱講雲田嘅嘛。嗯。講雲田嘅宋朝。係喎，記得500文。哇！以前雕得咁靚嗰啲字。嗱，宋朝嘅嗱，官得600文錢嘛。
哦，係喎，以前用嗰啲文錢、銅錢係咪啊？啊，係啊，宋朝噶，有歷史記載。哇！宋朝都仲保留得咁完整嘅嗰啲字。係啊，問下大家明，我哋一鄉村嘅村民保護嗰個廟啊，落嗰啲行河難啊嘛。哦。落嗰啲係依家個。年份1996年。啊，嗰啲門啊，嗰啲全部都係宋朝噶啦，已經爛啦。哇！呢啲門都仲係宋朝㗎？係啊，嗱，嗰啲保留古蹟啦，嗰啲字幕通已經石嗰啲都係宋朝㗎啦。嗯，呢啲係宋朝。嗰啲行河已經爛啊嘛。哦。話呢啲咁俾蟲食咧，俾蟲蛀就好容易爛喎。係啊，保留古蹟咁咪等佢咪爛咪爛咯。哦。嗱，嗰啲話全部都係。嗱，嗰啲係咪依家噶啦？嗯，呢啲睇出。嗰啲係咪依家噶啦？係係係。係啊，嗰啲瓷紫然貝嗰啲全部都係宋朝喎。哇，好靚！哦，你好啊，我想問啊，喺樓下買個，這裡用這個龍，你就想象一下，當年這裡是一個皇城啊，不是皇帝的話。他不敢用这个龙做这个装饰，当年就是这个南明唐王朱玉善在这边住过，是一个皇城嘛，当年所以有这个龙的装饰。看这些石碑啊，都是宋朝留下来的真迹。第一次看到这种真迹，感觉就像跟这个古人对话一样。哇，这木雕太精美了。刚才那个三圣庙的西侧，这里就是当年的王宫，就是朱玉善这里的行寝，旁边就是大将军王兴的将军府。这个王宫行宫没有金碧辉煌，只有前后两座的一个简陋的瓦房。据这里的村民说，当年落难的南明唐王有瓦遮头已经很不错了，里面已经是杂草丛生。这里曾经就是反清复明的根据地。这对大门紧锁，呢一栋就系将军府系咪？哦，呢个就系王宫，呢栋哦，系。古村落嚟嘅啫，反清复明嘅基地，反清复明，你呢度好威啊！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就喺呢度。系啦系啦。不过是乜都冇啊，烂晒啦，冇得维修。应该系连门就烂晒啦，有钱就维修佢啦，烂嗰啲瓦都跌落嚟咯，入边都烂晒啦，
三慶堂，後尾改做三慶堂。嚟，看一下，反清复明的最后一个基地，这个将军府，王兴旧的将军府。王兴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是一个反清复明的大英雄，但是对于汶川人来说，王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人。因为在他当年攻陷汶川的时候，为了巩固他对汶川的控制，而杀死了很多汶川的男丁，血流成河。这是巷道，蜿蜒曲折的，都是石板路。纵横交错的小巷，村中的祠堂非常多，这里是其中一个。进去了解一下是哪一个祠主的祖先的祠堂。现在进来这个风起堂，哦，就是汶川的开村祠主陈开的祠堂，这里供奉了非常多的牌位，这里每个牌位应该就是他们后来开枝散叶的这些分房的一些祠主，也是一些祖先的牌位。刚才在汶川里面，走了一大圈，各种的小巷道、古巷道，纵横交错。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在什么位置，这个村是太大了。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